弄这啊，都是你吗？哎，不错啊，其实蛮大只的啊。呜呼，无同的，无同的。你哪么来啊？现在钓拉不上来。没有啊，人在那边捞啊，在那边钓到才躲在那边出来捞。要啊。啊。水族游乐园，好，那经过昨天一天这样子鲈鱼这样子宜兰跟桃园这样奔波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哦，就是平林哦，平林那边现在有那个清除外来种计划，然后渔协那边都定期会办活动，然后就是你钓到的所有外来种呢，你可以带走，然后你本地种当然要放回去了，因为它就是护栖嘛。哦，那就是清除外来种的计划，然后呢，里面有一个物种阿坤非常的尬异哦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鲤鱼哦，鲤鱼，因为小时候啊，坤妈因为我们住在板桥嘛，那平常其实海鲜啊、海鱼那个在市场里面不是太贵呢，就是不够新鲜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反而会比较倾向于买这种淡水鱼、或锅鱼啊哦这些东西。那其中那个鲤鱼也是坤妈第一个，坤妈也很会煮这个豆瓣鲤鱼。然后阿坤也很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所以阿坤反而有时候在海边海鱼吃久了，有时候会反而想念起这个淡水鱼的滋味哦，所以才养一些无锅鱼啊，甚至后来的那些头沙这些哦，我们之后都会慢慢料理品尝哦，吃吃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平林哦，平林这边，然后我们要去钓这个外来种，就是外来种的嘛，大概钓一天，然后可能吃个饭以后就回来，然后希望今天有阿坤一直梦想中想要饲养的大鲤鱼，哦，可以来钓哦，可以钓到。那如果没有钓到，我们就去跟其他钓友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得钓这个东西的，对，就是他们钓到的时候也不想要，对啊，我们就跟他现场钓。然后我们有带大水箱，然后还有那个最吵的阿秀。哦，阿秀今天又爱烤爱对喽了，哦，今天又爱烤爱对喽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，好，前往平林，走喽。腿级棒狼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那个，你几号？我几号？都忘了，不是，我帮着。啊，这个11112，好，哦，林建坤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背上一定要戴在这边手臂上面，好，像那一样。84，我帮用。啊，多。那个我要给你收500，然后到时候背上退200。好。哦，押金就对，没问题。对对对，因为我都要办法去。好，了解。人数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上去放车上，不要带那么多了。就我穿黄色，看不出来。到时候要就穿橘色。你放那么多，里面便宜了。哦，那个吐司一样，是喂鱼的。放多少？要缺吐司吗？确实是有的。缺，卖多少？10块啊，20块。10块一片，不要那么贵啊。叶兄，你会不会太沉重了？牵一只鸟念09 30，哎，下来，哎呀，先到定点，因为我要再拿一趟。这边，桥下去左手边。对，我说先等一下到定点，我再拿第二趟，不然。他也是 YouTube。 你不要欧北走啦，走，还有人家抱，有他爬嘞，你他爬嘞，
走了，走。它是鸟类，没有惧高。走。它太有惧高症了。走走走，来来，走。我不是怕，他怕我阴他。等一下，那个楼梯要上他了。他怕我阴他，硬拉，然后整个飞扑。今天的钓点在这里啊。哪里？那桥上钓了，会不会太那个？啊，这都看得到鱼了，还怎么钓？这看得到鱼钓得到吗？弄这啊，都是你吗？啊？连尾巴哦，不到吧？拢同款的啦，都是石斑。阿舅嘞，阿秀，哎、欸，有多饿？有多饿？都是同一种，只是耳朵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啊？耳朵比较小。耳朵比较小，什么意思？耳朵比较耳啊，耳朵比较小。对啊。那是你的钩子大啊。那是钓大鱼用的。对啊。啊，看你要选择哪一种啊。啊，我是大鱼也会吃小钩啊，只是很辛苦啊。就如果命中率的话，你那种钓组钓到大鱼才有机会，比较有机会上来啊。啊，我这个会很容易断线或断钩这样。嗯。欸，那这么大是什么？对啊。那是什么鱼？也是可以带走的，可是他不会吃我的吧？什么？他不会吃饵吧？会，你那太少，他们还是太少，他们管
喊他。啊，那个钩子太大了，甩不到了，甩不到他面前。这里好清澈哦。远方有大鱼。这是土花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来，他会插那个，他会吃藻类。会泛有泛那个白光，那个就在吃，有没有？那是土花吗？就圆稳固啊，阿妈鱼啊。又是阿妈鱼啊。嗯，不知道吃不吃了，他们就是都是这样吃藻类啊。看他要不要吃啊？好大一只哦。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。好像不够长。如果那么简单，早就被钓光了。刚才在我趴的地方，现在我趴他就跑远了。哎，有了一下。小鱼啊。这样子，那个浮标很紧，真的很。对啊，溪流浮标。过来，难道要我溯溪吗？没有，我就踩这个啊。这没有啊，这小鱼啊。小鱼不打吗？拖走再说啊。啊，这小鱼，哎，不错啊，其实蛮大只的呀。呜呼，无讲诶，无讲诶。你哪嘛来啊？这、哦，这也是侵入侵种吧？竹高头啦，竹高啦，好肥！哎，澳洲钓到了，我只是要重抛，一样啊，石冰，小小冰。吐司那么轻，怎么可能丢得出去？我的他这样子，我要钓哪里啊？这样子啊？哎、没办法错身，不好意思。小心，小心。我还不用回去吧？你不用回去，你也是要回来绑东西啊。双双挂彩。一只比一只大，这是一个小鱼在练吗？哎，不要吐水了，好恶心哦！走，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。甩上去就好了，还甩上去？拿网子我怎么抱鹅？走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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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好重，走，赶快上去。超小子！你刚才走前面就好了，哥。现在。啊，惊人啊！啊，落水！那刚才在这里钓就好了、啊。他现在才来啊。那你现在用那个啊，那个啊，我有那个啊，我有那个老鼠尾啊。你现在钓拉不上来。没有啊，人在那边捞啊，人在那边。
钓到他躲在那边出来捞。你要吗？啊，你要我马上干捞、哦。你要负责捞哦。好，我负责捞，你负责钓，我就负责捞。好、哦，来。啊，你把面包都喂完了。我那边还有两条全新没开封的。哦。我懒得拿下去，想开。要开不到吗？因为有点还是有点小距离。不是我，我觉得我会晕船。阿秀好怕啊！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现在要来突袭，还在吗？还在吃吗？我们放油漂下去好了。我知道，怕甩不出去啊。因为我沾点水比较丢，惊丢嘛无法度啊。这就让只有线不够，我就靠戏。哦，小船出港喽，准备关线杯喽。不会吧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会了，停一下。偷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线脱落了，脱落了啊，脱落了啊，不捏不行啊，要捏一半了、啊、要捏一半了、啊、不能不捏了、啊、不捏的那个地方挂不住了、啊、好，填子弹中，装子弹中，我也想甩出去一点啊，问题是他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挂牵怎么甩？现在是哪一个？现在是哪一个？现在是哪一条啊？啊，又回来了，不行啦，要带皮的那一种啊。敢来炒？没啦，切海水沟还崩，卖孬啊，好不？可以可以。对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我先把线收好。你先关起来。关起来。啊，临塞临溜。再拉，再卷到底，然后甩，跟当路亚甩。这样就不会掉了吗？靠腰啊！为什么卡住了、啊？为什么卡线呢、啊？哎，这老鼠尾太细了，老鼠尾没办法甩啊！没有没有，你放线给我看。这里打结了啊！天哪、啊，这怕干了，没啦，这怕干了，奇怪那。啊！哎，拿上来重绑，拿上来重绑。我姐他们教我学的。
啊！哦。差不多钓完了，然后今天算是共估啦，因为没有钓到我们目标鱼的鲤鱼，但是呢我们有得到很多鲤鱼，因为这些钓客都很好，他们就是反正要移除的嘛，他们就把这个鲤鱼都带走，然后带上岸给我们，因为好像主办那边有交代说我们想要这个鲤鱼带回去养，所以他们就有留给我们，有留给我们，然后大概十多只吧，十多只吧，大概十多只，我回去等一下再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的那个今天的那个钓鱼行就到这边了。这种移除当鱼协的做一些移除的那个活动哦，然后让大家不会说哦，溪流永远就是封闭的，都不能碰，这样不能清水。好，那移除外来种刚好又可以帮助生态，哦，这样一举两得，这样非常非常好哦。然后阿秀也这边疯了一天呢，哦，他应该做跟着我疯了两天，哦，他快发疯了。好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我们影片都在这边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那个算一下那个鲤鱼到底有几只，我刚才急忙要离开，没有算，回去的时候再算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到这边呢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小铃铛记得打开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发布讯息。阿怪叔叔乐园呢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你跑来前面干嘛啦？烦死了！你会开车是不是？它还要晾干呢，不然我放车子还得了？对啊，可能绑车外或是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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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上来，走这边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哦，我没时间跟你在那等。狡猾。他还在打。你是狐狸哦，一起狐狸，是真的很滑、啊。因为我穿拖鞋，他、啊、站不准，站都站不稳。举手，你看。